他们竟然问我们两位择偶的条件。天哪，他总不能两位一起去选，不能一起择偶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大哥在艺能界里面的时间终究比你长那么多，当然当然，你还不主动，那我就先到那边去坐着。你直接退吗？由我来吗？对啊，不不不不，我卖心，由你来嘛。抽中红签的，好啊，就 OK， 立刻又好。对啊，说你要对，好吧，我先抽，好，好吧，抽中红签的，红的是选的人哦，红的就是可以参与，可以参与参赛啊。如果没有红了，就坐冷板凳。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哎，哎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可以哦。你来啊 ，OK 了。你会不会怀疑里面两只都红的？不然看看好了。你真的怀疑人家？你真的？不可能啦，对吧？真有怀疑我？好了，我就我了。宪哥，宪哥，太委屈了。对啊，宪哥，这个，那你的择偶条件？我的其实只要两个人，然后在我身边，然后我就可以。两个人，我是用心在感受。哇，真的，不用任何条件，任何条件，声音什么都不要，嗅觉、触觉，一个灵魂，因为我的人生，我要的一个人就是身心灵的一个结合，好不好？了解了解，那就注重灵魂的啦，那就心灵层面的来一个，来来。现神压轴感官联谊，超火辣天生舞蹈登场喽！好，有错也不客气。对，你惊不？你惊不？惊，皮包有好吃不？好吃。来来来，灯光打开。两位刚从韩国回来的朋友，有那个
有那个稍微，还在住院就出来，似曾相识，对对对，哎，有见过，哎哎，对对，一号二号还想给鬼给鬼，对呀，哎，在装嘛，哎，是，可以两个都带吗？还是要做选择，做选择是吧？做选择，旧与新知，我这人是比较重感情的，旧与新知，对一段感情，然后维系了很久，对对对，那最后还是会选择旧爱。哎呦，旧爱还是最我的状态是这样，这很糟糕，所以不要学天秤座太专情。对，所以最后是选择露露嘛，认识最久七年的大王情赐死，轻敌呢？哎呀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女生呐，我选择二号好了。对对对，旧爱，二号其实也是老一，可以我要猜了吗？老朋友也是老朋友，对的啊，可以猜猜，对，猜一下。哎呦，啊，小心哦，哎，好，来，我帮你，轻点，啊，不要生气哦，你看我都没有帮一号猜，我就是一号，啊不，没有帮二号猜，小心点，对呀对呀，漂亮的波波针。好，波波针，小尴尬，你说对呀，这我永远没有办法，因为天秤座，因为他永远在处于不平衡状态，永远是在找寻平衡，所以他有选择障碍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因为节目需求我才选择的。对，你也是不小心抽到红色，你也千百不愿意，对对，真的是啊，尴尬。姐姐时日不多了，所以就让给我一下，你还会有很长远的未来。拉拉，还不赶快脱掉？既然选择拉拉，那一样来个互动，我们一杆进洞。宪哥的专长就是一杆进洞，没错。哦，我教他就对了。好，好，可以玩一下，玩一下。那不要生气，我跟他互动一下，跟他玩一下一杆进洞。以前有挡过吗？没有啊，宪哥。这个其实很简单。就可以一根长长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啊往前一推，然后它就进去了，进入洞那么简单。你又又，哎呀，糟糕！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对，不然再继续会感到很少看到宪哥如此的不专心，真的。好，这个应该是很。来。好了，那就三立周日时间档拉满时间，时间点大字报，时间点就对了。哎，今天我们真的为你们做足了，真的是满满的浪漫，对不对？丽阳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丽阳的戏越来越好，对，歌也好听，云画的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希望你们这个新戏能够对，好不好？收视长虹，也谢谢前来几位来宾朋友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